知道什么是命吗？就是我们把活都干完了，他来了。你是不是算好了？啊。故意的吧？对呀、啊。你咋知道那么多呢？在店看店。我们刚才接到我爸的通知，让我们娘仨赶紧回去。据说家里面的场面老血腥了，都瞅不下去眼。咱们回去看看到底啥情况啊？你这整这吓人呢？就是看，真的很吓人，这个真的是很吓人的一件事儿。这功夫发现了，有个车还是挺像样的哈。咱俩走道吧。嗯。老嫌旧的后备箱，哎，你看看用没用上？用了。那快走，那个、撵你俩去。你们猜今天冷还是不冷？完了，就是有风，今天冷是不冷？风大。请进，尽快谢谢。不用，我拎着行，我带手套。快进屋看看我爸啥样了。干啥去？我要跟大成俩干点活。那你那个，那是让我们回来看血腥的场面。那你要求长萝卜回来啊！啊，别多拿，拿多就坑。就拿俩了。嗯，爸，那血腥的场面呢？那呢？看看，就我一会儿回来找，看看，看看咋血腥了。这就是血腥的场面，朋友们。这是血筋儿，就血筋儿。血筋、嗯，这个是猪血、嗯。我爸去买的肠子，在家都清洗完了。就是我们所说的血腥场面，就是我爸一会儿要灌血肠，然后一会儿全程给大家拍摄一下，让你们看看我们东北的血肠是怎么灌的。我爸忙完回来了，换上衣服赶紧进厨房，现在准备灌血肠了。不是米肠，是血肠。我总想说米肠米肠的，说习惯了。哪天我给你灌米肠。大家在我们店铺里边看到的都是米肠，但是这次灌的是血肠，没有米的。我爸也会灌米肠是吧？嗯，你会灌点米肠吃。对，再有下次我们给大家安排灌米肠。我穿这身衣服有点危险呢，爸别崩我身上血啊！我都洗完了，一会儿就用这个灌。它为什么还有别的颜色的呀？嗯、装粑粑的东西吗？让不让人吃了？本来就是。真的是啊。真的呀。就这种肠子不装粑粑的。要猪粑粑的盆子，让你再刷出盛饭，你不干。肠子你就里边就装粑粑，洗完了还能吃。你看我妈那表情。妈呀，这得整多血呀！好几样色儿哈、嗯，白的、粉的、黄的。为啥呀？就猪吃的东西不一样，所以肠子颜色也不一样了。有吃青菜长大的，有吃苞米面子长大的，有吃猪饲料长大的。嗯，下料，味素，盐。盐多搁点，盐不咸。咱们得蘸那个什么酱油，十三香。再来，葱花，姜末，姜末。还得添水，加点水，要老。哎呀，瞬间血腥了。你找出那油漏子没？不用油漏。你咋那么能？不搁油漏，你搁啥呀？哎呀，就搁手就灌了，这玩意儿多简单的玩意儿。真能吹。再来点油啊！不吱声啊，我就一劲倒。你给我倒满的。好了。一切准备就绪，现在开始灌了。干点活得哥哥打下手。先把一头肠给系上。再尝一口。这是一个大工程。全家齐上阵。爸，你要不好吃都对不起咱们这功夫。你别横，你光横什么？哎呀，我跟你们说，就是你们都不在家，我爸自己照样也灌，又不是没灌过。那都呼叫你咋把这肠子整这么短？太长了不行。这是我的活了。不是一下就行了，这样。这样。好。这就是一个完整的血肠，你们看，这是比较血腥啊。那有一道白杠呢？白杠是里边。里边这个肠子的筋。肠子还有筋呢，大肠筋扔那个里头呀？肠子像撑着不行吗？不知道，咱不知道他玩的啥，整那里外发瘦。就是的，
哎呀，你俩吃不吃吧？不吃。你看待会上桌吃的比谁都香。南方的朋友看到这一幕，可能瞬间没食欲了。他没办法，他就是这样的。等到哪天换点米肠。对，哪天让我爸好好换一顿米肠，分享给你们。我爸会的东西多。我爸干净。嗯。我爸真是干净的，就你们虽然看到这个不太干净，干净的。对。我爸跟我妈。到底是干净还是不干净？干净。我爸跟我妈就都是干净人。嗯。我爸过点血肠整的跟案发现场似的，地下全是血，这里全都是。哎呀，这崩的全都是。我整肠子残损成这样似的。爸，你说这猪是什么血型的？B 型的、B 型还是 O 型的？这得问他妈。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秃噜扣了吧，再来一下。那缠一圈，那就缠一圈。不缠了，就算缠。不不缠了，不缠了。我干活绝对放心。太放心，太放心不下。灌了满满一大盆子的血肠，朋友们，这就是今天的血腥场面，一大盆子的美食，看着有点血腥，但是这玩意整完真的好吃。我们东北的名菜，对，你们看到我们东北吃的名菜香，你们看到我们东北的名菜，酸菜烩血肠，就这玩意儿，你那一下蒙住了，你知道不？灌好的血肠下锅，这有吃米肠的，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就是煮熟了的血肠了，到时候把它切一切，然后就可以烩酸菜。这边这个就是生的，你们对比一下看，大家经常看到的就是都是这种熟的，这种生的很少能看见，所以我们今天这期视频的主题内容就是血肠，让你们看到了这样的。他俩真烦人家。咱爸一直告诉他别说话，咱妈一直在那唠叨啊。切的时候也是一个技术活，还得捞快就行，还行，你爹整那玩意还行，是吧？老姑父天天夸你了，这一辈子就夸这么一回。你不会就干这么一件好事吧？这个就是煮熟了的血肠，切好了的成品。大家经常在电视上或视频里边看到的东北菜的血肠就是这样的。嗯，